谢谢你们。刚刚我在想说，那个其实就是稍微有点快要忍不住了，还好忍住。不用忍吗？可是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会从跟你们合唱开始。我自己一个人。等一下就是看合唱，我就会开始哭到底，跟接下来就是都会是你们唱的这样子。OK 吧？我准备歌词啊，是不是？你知道第一次在就这么大的舞台，你看到了这么就是熟悉的所有的面孔，可是你却没有办法你知道很精确的讲话。下去，下台，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等一下会有机会好不好？好，不能玩这种，就是你知道开这种乱七八。今天有很多的长辈有来，所以不可以开这种玩笑。好的，接下来呢？用来唱的这首歌是，就是我在去澳洲的时候写的。那去澳洲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未来有很多不确定。那时候，是写这首歌，其实是一个还没有出发就已经开始想念身边的人，包括这边很多很多的人。那时候呢，觉得。一方面其实想念彼此，就想念对方，就是想念你们以外，其实也希望就是不要被这么快的遗忘，好像就是不知道自己除了就是未来不确定之外，身边的人也不一样，很害怕所有的改变这样。那很高兴的，很幸运的是，其实回来很多很多的人都还是在身边，在去的时候也都把我放在心上。哎呀，所以觉得很感动。那就是这首歌呢，也是在写一个东西，是希望我们所爱的人，让我喝一口水。希望我们所爱的人都可以在不能尽管不能生活在一起，可是都可以感受到有一个人把他放在心里面最重要的地方，然后愿意在无时无刻在他需要在他寂寞脆弱的时候愿意把所有的力量都给他，就像我其实常常从你身后的力量一样。接下来这首歌思念。